今天很高兴哦，能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有关乳癌防治的一些信息的哦。那今天我们讲就是一个认识乳癌，我们会从乳癌如何怎么去防治预防，什么是乳癌然后，那以及乳癌的相关危险因子，它的症状、诊断、分期预防，我们在今天就朝这个部分哦，分这几点来跟大家介绍了哈。这些就是乳房的结构啊，其实乳房乳腺组织是在胸前哈，有那个皮肤哦、乳腺哦跟皮下脂肪构成的哈、哦。那腋下的话有淋巴结，对，所以乳房肿瘤对哈、哦，有些病人会有什么淋巴转移，就是说，哎，乳腺周围有很多淋巴构造哈、哦，如果这边有肿瘤的话，会沿着腋下淋巴或是内乳淋巴去引流了哈、哦。所以乳房它的构造其实是比较像是由乳腺很多乳小叶构成的然后、哦，那很多病人会很多患者或是家属会跟我讲说，哎，乳房摸起来硬硬的哈、哦，其实乳房并不是像果冻细胶那么柔软呐、啊，有时候摸起来有时候有一些肿块，不代表说就一定是有异常哦。一般这种情况会建议来医院由医师用超音波或进一步检查了哈。那乳癌是怎么发生的？其实哦，乳癌最常见的原因就从乳管里面，因为癌细叶细胞产生变化，慢慢形成肿瘤哦。然后从原本的这是乳管里面的细胞，它因为单点的基因突变，慢慢的产生一些癌细胞的变化。那这个癌细胞慢慢越长越大，形成一个肿块，然后吃到身体其他。转移其他的组织哈，它是经由一连串的过程，所以很多病人会问说，哎，诊断乳癌哦，这可能发生这个多久？一般来讲，其实都是哦半年、一年、两三年以上啦，很少说你今天摸到上个礼拜或上个月才发生哈，其实是一段时间之后才容易有症状产生的哈。那肿瘤对我们分成良性跟恶性的，肿瘤不代表是良性，也不代表是恶性，它有良性跟恶性两种的哈。那什么是良性肿瘤？就是说，第一个，通常它就是比较没有什么害处，它不会转移到其他地方，对哈？那也不会就是说侵犯到周边的组织。一般来讲，开刀切除之后，通常比较不会复发，哦，这是良性肿瘤的特性啊。那什么叫做恶性的一个肿瘤？就是说，第一个，它可能会威胁到生命，哈，会转移啊，会复发。那病人因为这个恶性乳癌的关系，也会让生命存活时间比较短，哈，这个是它的特性啊。那它会扩散到身体其他地方，比如说肺转移啊、骨头转移或肝脏转移的哈。那开刀切除之后，还是有可能会有复发的风险哈。哦，就是良性肿瘤跟恶性肿瘤是不一样的哈。